开班你开半年的票啊？你是要生利息钱啊？开干你的票？你不能欺人太甚哦！就当我这么无欺负你，什么时阵才当欺负你啊？开票！我来开。机票得去，紧走。小丹，贵公的收着啊。我无收你利息钱哦，你都应该真欢喜才对，卖急面去我看。你会当走啊？我阁有话要讲，还阁有啦，就当我即马总算知影，原来哦共压落底，还阁对人讲话大细声，迄种气魄是有够赞的。无怪你进前收工收工要霸占阮家的专利权啦，也毋过真可惜，你去太多铁板，替我洗面。哎，就当我看较清楚的吧，明告洗清气啊。周英凯，我本人。啊，就当贵官我收着啊啦，那留钱来走，后会有期。要冤家爱家小酌一下啊。爸，你放心啦。我已经替你找律师处理进口油的代志，等下我就请律师跟你见面。要回来，敢有良心打一电话了？你目睭内敢要误我这爸爸？这个邀请合作案。就刚好你去做戏，是。这是有哪公司？你知影？哦，我知影。这公司专门做感冒药和胃肠药啊。公司的业绩一年比一年更加好，这是我老婆。卡孙那些人跟伊合作，对咱公司有真大的帮助。只是游荡的这个人有较歹剃头，你爱较细腻的，嘛唔通让公司其他人知影，知无？是。阿哥，这是你成功了后第一个 case， 千万唔通漏开，我朋友都要下面住，知影无？我知。因为当时我就对我误会这么深，伊敢那记得我了几百多岁，搁要讲什么合作，所以我应该找相公才对。你好，海生，我甲有当时对的秘书约好啊，麻烦你替我通报一下。请问你是？我是大通药品的业务经理赵英凯。好。先生，讲伊甲你有约，你敢有印象无？赵英凯，敢是甘雅公司吗？阿小，我请伊起来，互你看卖一下。哎，等下等下，你先甲伊讲，我伫个无闲，我无得见。好。你去甲回去会用诶，但是你袂用，我知影我是恁爸爸。三爪。算不知道他的看清看切啦，一定会想方想法想要来咱公司上班啦。那真正是学长，那呢，你走来公司是要创啥？海生，当初对秘书都已经骂过。
是你可能该另外该约一摆哦。好，多谢。一个学生，麦天要多好啊！子欣，麦天多好啦。是啊，这一定是缘分呐。啊，你哪天想哈？哦，也是安尼啦。阮公司叫我负责一个 case， 要跟这间公司合作。咱无这间公司的当初就是我静静跟你讲过，得罪迄个吴志生。啊，你惨嘛，你惨嘛，志生啊，头发莫咧烧吼。不要叫大瑞。我都无困，我就生的呢。啊，你的排骨饭 and 芒果冰沙，人家知名传来啊。哎，你意思是你有办法？嗯，因为我刚好是在这间办公室当所长的秘书，是讲伊做代志先照规矩来啦。无安尼啦，你的资料给我，我用我私底下交情提供下来。好了，哎，小弟，我先跟你讲哦，这个文件真重要哦，是商业机密，还有我的名文嘛在里面哦，你要好好保管。嗯，你有相信我不？有啦。还没好我啦，快安怎，我就跟你咯。事业爱打拼哦，便当嘛爱吃，紧哦，趁少来吃饭哦。对啦，对啦，三顿都爱正常吃啦，才袂破病都爱吞药啊。啊，这啥？拄则有人送资料来啦，讲要合作，啊，所以就先刷给董事长看卖下。哦，阮这特别秘书已经开出来，我无先看见那样。这间公司上大间啊。伤计较，我无迄个福气通好甲伊配合。爸，你想怎啦？莫怪哦，这是江大通的公司啦。看内面有名片也无啦，打电话给迄个运送过来的人，叫伊以后绝对袂用的，搁入来我的公司。好，那是有学长名片就害啊。是小妹啦，我还是小姑妈叫人送来的。我拄啊那先看名片吼，这份资料连看我都袂看啦。爸，你到底是安怎啊？想说大概讲着小姑妈就遐尔气啊？行，来问啦，食饭啦，食饭啦。食饭啦！吃袂落啊啦，我要出来行行。爸，爸，你要去倒啦？大姑妈，你真足奇怪呢，想说大概爸顾着小姑妈，就遐尔气噗噗啊。这间大通药品吼，是恁高张江大通的公司啦，咱两边是同业呢。迄大通哦。本来是安尼一间细甲囝仔的公司尔，自从江大通娶恁小姑妈了后，恁小姑妈哦，就用咱后头厝的力量吼，安尼一直咧甲因翁斗三工。恁爸爸就咧气讲吼，因的小妹甲妹婿，甲伊的生意拢抢走去啦。
所以爸是认为讲，伊予厝内人反背啊。啊，不过我看小姑妈的态度嘛，不是遐硬啊。若是真心要对付爸，应该袂安尼接着。敢会是有啥苦衷啊？这我嘛唔知咧。啊，不过恁爸拢不爱听人苦劝啊。我看哦，因这兄妹仔代哦，都爱倒一天，恁爸爸若想通，要甲伊解决，这个结哦，才有法度透啊。原来你跟英凯两个有熟识啊？是啊，你是我大学学长，而且我们同科拢是话剧社的，是真好的朋友。不怪啊，等下向我报告的时阵啊，讲已经将资料交当初长的秘书。原来哦，是你这个大秘书在个倒沙岗啊！哎，小姑妈，你是唔通误会哦，我学长真正足优秀诶，而且伊工作能力真正足好诶。我知，啊，若无那有可能升起来做经理，将规个业务部拢交去吼。看过，看过啦。啊，不过伊无讲啥呢？小姐啦，快点，我到了站，结果会安尼。小姑妈，现在当初你选择甲故障斗相共，毋是选择阮爸？自己经过几次手机，因为只有我自己想的。我认为婚姻对一个男人来讲真重要，若是无法度帮助自己的翁婿，让伊的事业平稳，安尼婚姻就袂幸福。安尼听起来真有道理啊！阿公啊，你安尼舒舒康康替顾家思想，你的感情是真好着无？原本我嘛是安尼想。啊，不过事实的状况跟我暗想的无啥同款，但公司经营的理念我嘛无同，常常去想。尤其是嘛，恁公司的经营方式，我今仔是危害着恁爸公司。哈？哪是变啊？所以我才会叫张英凯把业务部还好掉啊，伫个公司。就只有将业务好好调，有业绩，工会才会大声。我希望恁高中，阿哥恁爸爸，两间公司拢会当做位赚钱，大家才会赚钱。哦，所以这合作案，唔那是心理上合作，嘛是表示你想要你帮爸生意哦。真的啊，人啊，下人的时阵重视。小老时阵着小心，我无希望当我老到行袂叮当时阵，辛苦拼命的去争取。那安尼哦，我已经跟我学长斗三工啦，因为我希望你跟我爸会当和好。你现在上任就你甲斗看钱，伊待遇袂歹哦。哎，无喏无喏，其实阮爸哦对伊真正有够感冒诶。你且我爸我警告我，哎，我不准讲，我是伊早起起来代志。怎做？因为伊讲我爸是老不休。就无用，拢无做甲到。我若是搁拖落去哦，机票要跳票。我就是讲，你是讲讲生球呢？啥个你讲生球啊？我是摕气球跪伫头下拜托的，我是真心诚意。啊，不过你拜托的代志，我袂做甲到嘞。那你要派手你请？
袂要紧啦，这两回事啊，搁再讲有当迄个人，不然就真歹剃头啊。咱总是袂当因为这件代志就歹食饭啊。什么牛排？无问题。嗯。哎在对方前，当我有心理准备的时阵，伊就变成零啦。伊变成零，什么意思？在我有地来，叫我抓到啊！哦 ，You， 你这个 international liar， 国际大骗子哩！你竟然敢进阮查某囝？哦，你还是没有做阿公哦！你查某囝？不可以哦！无答应要让你来我的公司上班，啊！你又开始要设计阮查某囝上？没有，有当我根本唔知自信是你查某囝。我无要听你多阿连笑话啦！我就跟你讲，叫你唔通插这个骗人的傲笑脸。小可无注意尔，伊就随意让你骗去啊！你就随意让骗去啊！好啦。哎，爸。好啦，
卖过给他提醒啦，我今早就知影我恁爸啦，行啦，回来啦。爸。找我见面，像安尼唔知相亲菜呗。这种打扮像哪里面穿到这度啊？哈，去倒？我嘛无问清楚要去倒，找适合无？不，爸爸，你问讲哦，你要去倒这度，阿爸去上出去啊？朋友啦。哦，朋友哦。哦，阿是查甫查某啊？哦，查甫。哦，啊，刚是男朋友，不是啦，不是哦，啊，不是是迄个你介意的人，还是恁餐厅的同事？爸，你妈一门一门一门好不好？我时间要白活，要先出门啊，再见。不啦，我你老白甲讲过，啊，恁人想我倒来呢哈？跟男朋友出去哦。信达，嗯，你那想要出来海边散步？我去散步，跟你关心吗？真够希望今后真正海英，会用家己的主见嘛，讲出走。你讲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为着恁老爸死头路的代志，少来催我。啊，饮酒，我个老哇塞，忍袂住啊！有啦，我爸有跟我讲，歹势，甲你麻烦。我唔惊，我上高处理麻烦。那恁小队长，咱签稿结哈，你上尾要处理的是啥？人情世事。为什么啊？火烧做大水，我也要处理。啊，不过人生世事上该有人为啊，考虑了无够多，都无法度把代志处理了圆满。所以你跟英凯这卖心内也是会解决。我是伊大兄，我唔惊伊搞解决。真正是对你甲小金，我感觉真歹势。我跟我爸是不要紧啊。啊，不过就当你去看小嫂，伊甲小金即卖关系应该是真唔好。是啊，伊就怪小金帮我耍，这海英名声害了了。伊当我看小金坐海边啊坐几暝，伊夹伫个树尾甲清晨时间，目屎滴流，心肝内真艰苦。我就想要对伊讲声歹势，我后来想想咧，啊，毋是一句歹势，头我都解决了。你也唔敢，不是唔敢，是因为我了解小静的心情。你刚在看手术，我看就感觉身体衰退，都进入身体外边较快。那安尼，你敢因为安尼想要甲照顾？你是讲，甲伊做伙啊？这个世界有真侪感情，都是因为了解，才唔敢才开始的，敢唔是？这就是缘分嘛。不过世界上缘分，嘛不是每一种路我都变作感情啦，敢唔是？虽然我未亲切回应小静的心意，但我总是感觉我甲伊的关系，我都变作你讲的一关。
喂，怡萱。嗯。啊，你形容愈行愈紧啊。无啊，看到海景，你看，规心拢开啊，全部注意，脚步嘛轻松起来。哼，你干那紧啊？讲欢喜就欢喜，话考就考。我不准你阁用小猪姐这件代志搞笑啊！我是俄罗斯天津神聊，你阁记得我送你回去的时阵，你找我算骑马打仗。那有？吼、哦！你真无负责任呢！啊，酒啉啉的，就啥物拢袂记啊？那呢，我敢有做啥物超过的代志，也是我袂讲的无？我想看麦，是无啦。阿姆哥，我叫我送你回去，为车内甲你扶出来车外，啊你听好势，你敢知你搞印象？印象？依旧了不起哦，汉朝真好，无袂当完成的任务。口气真歹，还袂完呢。哥，算了，你就讲，民主做你，苦嘞，然后你就开人跳开我卡车边，跳开以后嘞。起来，我再跟你讲。别笑。起来以后，我不是。你讲汉草是袂歹，啊，不过两只体力安怎？过来。过来啊！过来，你就讲。冲啊！老夏，喂，李雪，你先把钱清醒。我都没送你去啊！无需要，多谢你，我今日生真欢喜。啊，不过我对你较歹势呢，你今日穿安尼水，所以害你不够安尼垃圾。歹势就变啦，啊，不过你讲我穿甲遐尼啊水，这个我会收起。余轩。